不爽老鸟碎碎念，我高加油站死给你看。为什么要撞我？是因为不高兴同事骂你吗？在新北市五股区加油站打工的16岁蔡姓少年，前晚在工作时因受不了同事碎念，指责他工作不认真，他竟嚷嚷着：“不然我死给你看！”随即拿油枪朝地面喷洒汽油，再用打火机点燃。一旁员工见状，赶紧拿灭火器灭火，加油岛整个被熏黑，所幸未造成进一步灾害。纵火少年双脚则受到轻微烧伤。一名员工气愤少年做出这么危险的事，忍不住追打他。他这动作是想要伤害员工，其他员工还是针对他自己？都没有，只是要吓吓而已。少年讯后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。动新闻新北报道。